有没有发现，越是善良的人，干什么都特别特别不好意思，总是害怕对不起别人，很容易把所有的人都想象成好人。心不设防，所以善良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。其实这不是善良人的错，也不是善良的人傻，而是善良的人不懂得保护自己。但请记住，当你伤害了善良的人，他不会选择伤害你，他只会把自己藏起来，不再联系。所以无论是友情、亲情还是爱情，别把别人的善良当成理所应当，别误以为别人没有脾气。